但一进去就红了。没有，没有，骑在头上的时候就是黄的。没有，我靠近他就开红，然后他眼睛也是红。来，三分，三小时五十二分哈。我的画面是啊，我的画面也是可以撞。对。想说都砍都砍了就算了，嗯，只是你砍完之后才红眼的。粘着石，来让你惨，没有打到。我的狙击镜看到一颗大石头飞过来，那不是石头，那是陨石的。哦，痛痛痛痛痛！哎，还是要铲过来了。我没粘着石了。这是我暴力，是我尖锐石，我这个扛住尖锐石。贯通串打这只真的爽到歪头。是啊，一下都是五十哎，我这个灌过去有五个五十哎。是啊，我睡了睡了，没事他。我有我来了。撞完就可以抓了、哦。我准备好陷阱。好、哦，还是地图哦。哎、欸，我又可以拆我的陷阱。嗯，没有，我有放啊。哦，是你的哦。嗯。哎呦！打吧。看，发现。红屁、啊，红屁、啊，我到了。好，等一下。啊，我没有石头，我发现。哎呦，我有石头了。真的好不爽、啊！为什么？体太小只了，只有三个彗星点而已。可能是还没软化吧，这边软化就多了。没事，你继续上，我吃。哎，还可以撞。对吧？可以。啊，我被麻了。哇，你是嘻嘻嘻笑哎、欸，嘻嘻嘻。啊，我行了。这不太妙。我看我是被蚊子咬啦、啊，机车。来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我被他叮了，我不能帮你们，你加油。好，有了啦。啊，我被空中麻痹了。屁啦！麻痹值有那么高？他麻痹值超高，他麻痹跟毒的那个超高的，而且他毒超痛。啊！救不了你啊！我救不了你、啊。OK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软化完还有四个彗星点、欸、还不错，该睡了吧，就是小只的一点，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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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、哦、下来了，我来来个这只，好，下来了，还有光拍可以用耶、欸、很好，我要抓他尾巴，不要再射我了！啊，抓不到了。回家马驹，还可以撞。哎，有个任务是要拍他吃饭呢。对啊。这个你要单人会比较好接。他是不是几乎都会去吃饭？
哦，然后就在这边等他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哪一个点？这里。哪里？我看。这里。我要面向这边嘛。就面向他。好。我来谁？我是葛东。好。玩家来派。因为他会在我这个位置吃饭，他会在我这个位置吃饭。好。他是一定固定那样子的。对，他是要把肉放下来，准备咬的那瞬间。好，他要放大吗？要啊要啊要啊，几乎什么东西都要放大，包括要放大火叉。放大超麻烦的。啊，真的懂。不动一串起来。他的毒也太多了吧，兄弟！来，等一下，可以抓了，可以抓了。那我的马屁先接。哎，按错了，这个才对。刚才把我一装脱了，就只有打那只非力战的比较难打而已。是，那只天在地上灰灰的。飘飘龙，哇哇，好缤纷，哎，好多东西哦，好缤纷哦，好爽，来看一下，绝路达人，一进攻击 boss， 结实体术，重击加护。1600武士异常属性，对啊，教主，你不是说要那个我这个睡眠占卜的？对啊，你就拍啊。好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你就拍就好啦。哎呦，这什么组合？巨魔之地、剑士面金龙以及大凶彩龙。哎呦，这个看起来就是互相剖对方肚子的组合。嗯，一直吼。嗯，那如果不需要耳塞的话，可以把耳塞换掉换睡眠。不可能拔耳塞啊！我是耳塞护士的。对啊。啊，这加一个，他是立志当聋子的猎人呢。对啊，八二三。哦。当我听到魔物的叫声，我就害怕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之前看人家那个推杖，还有那个睡眠衫，我想说睡眠加强也没什么用。对啊，顶多一场睡四次而已，感觉没什么差。你还有可能被哄下来。我觉得四次就极限了，第五次太难了。对啊，三次就很不错，如果没有加睡眠的話。有三次就很了不起了。进谁的？啊，都可。都可。那我要准备多多绿。好。点点摸一下。对，等下我在整理。好，我开。啊？哈什么啦？他想开被你抢。他说他整理一下。哦。好，来了。啊，我问完最后一个惊叹号，他在那边，我有点不高兴。问。哎呦。耶、yeah, ，没有进探号了。
强迫症吧。我没有可以贯通的剧有没有？可以了，好，马上来，不屈猎人，好，不屈，更换装备，不屈，秘境解放这种组织吗？不知道，我好像有打到，我看一下，有哎、欸，好，有，我找到了，不用了。哎、欸，这只监视灭境龙，怎样？打一击吗？不是啊，哦，才25000滴血哦。哎、欸，是波游力战监视灭境哦、欸，不会啊。等那个等之后对不对？辣酱的更新对。哦，打一起上。那、欸、要打吗？啊啊，可以啊，马上来，吃个饭马上来。你要现在吃？你不先布区？我没有布区过啊。哦，他不是我们这个布区神教的。我来，布区很棒。这种不屈都是可耻仔，我喜欢当可耻仔。嗯，原来如此。不屈小杰，先拿个充电器。完了，参加卡住了，去了。我不会不能进你的，被霸凌的，不行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节操也不见了。啊，我正在进去啊。我看到你脱离集会所了，你骗我。我现在还在读取啊，说明我断了。我进了，我去拿充电器。这边断的是我，我看他真的是离开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是离开了。你好久没有这样，算是这样还是我都没看看见的时候了。没错，节操断了。很狼嘞。OK。对啊，节操断了。对啊，我刚刚一进来就看到他脱离了。强制关闭。你爆桶狙也太痛了啦！我的？对啊，我把守护护神那些拔掉啊。我全空装呢。我看你炸到剩1/4血，我每次炸都炸一半的血。啊、看来你的身体比较硬朗。是。没吃猫的生物博士应该不会有吧？大锤有加防御力的、啊。嗯？什么大锤有加防御力？有啊，大锤不是可以加防御力吗？啊，还是因为我拿那个啊，冰咒的武器。锤子上面有没有加防御力啊？没有啦，我那时候是用冰咒的武器在打。哦。回家看看。没有。那我就不知道。哦，监视面积龙的血量变60000了。对，哪边多人哦？白痴哦。你刚看的是一人血是不是？是。
对，靠！我突然想到我的植物好像没有用，哎，他会不会把我烧了？不会啦，完了。好险，现在可以采花，16秒一个，直接把植物用回来。什么叫16秒一个？16秒一场任务啊。哦。啊，你说的可以重置那个植物，还不错。我到了，我到了。怎么有人吹口哨回去了？挖两个矿就吹口哨回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边没有毛鸡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我看过了。哇，好高，好高，好高！哎呦呦呦呦！你很残忍呢、欸。哇！这个看起来是真的痛、欸。你怎么没撞他、啊？我被吼，我被吼，我来不及穿普通装。哦。我、哦、越来越亮了。他的右脸颊。油亮油亮。超回得来吗？啊，我正在加入啊。好了，看到了。哦，原来在这里呀、啊，石头。哦，更新的第五集。对啊，今天六点前。真的假的？这次这么早？对啊。啊，更新什么？怕痛的我，全部点的防御力。我真的是当戏剧在看。那是啊。的确啊。现在是很远，我们又脱离了吗？没看你进来。我是看你参加，可是没有看到你进来。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完了，有人要被睡了。欸，可以帮我吃个耐力吗？你可以早点讲吗？我蓄势了、欸。好，没关系，他倒了。蓄势待发。糟糕了，困头死。你是打谁啊？灭镜啊。从刚刚一直都讲灭镜啊，他怕你是讲跟灭镜，然后突然跑去打大凶豺龙，以后的口号，我就打灭镜龙杀手了。就是因为我还没睡到之前就被摔死，不撞。不是他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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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无关，跟我无关。烂龙。不对呢，那他不是力战的，打他会有大灵脉玉，怎么会亏、啊？所以我刚开场前就问你要不打、啊。但是他的我刚才想到的。对啊，他有力战钢脚吧，还是什么钢脚的？不是吗？没有，他的忍者避免大钢脚可以换很多素材。他不能换大灵脉玉啊。对啊，只是。很攻红，挑哎、欸！不是啊，我的重点就只有大灵脉一个。好，我来了，我还不会。啊，又睡了，没有了。等下第三次连倒哎、欸，第一次失衡，然后第一次后面来倒两次。第二次是那个部位破坏，第三次是晕眩。懂哎、欸。可怜。好嘞，好嘞。不太妙，他是比较耐造的。没有。
飞有猎伤的那一招。不会啊，又再不会有猎伤。追了，可以再撞死。我下来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，我下来。哦，要捡东西，快点捡。没石头，没石头。我撞了，你撞。哦，好多东西啊！哦，生者必灭，大钢脚。哎，没有素材的时候，都是用这个来挖就好了。好来了，没有人管他。是啊，东西快消失了。他等一下。刚刚他要睡那个椅子。没事，他走了。好了，秘药不用吃啦。好吧。鸟屎，它是前面。这是蓝色的、欸。什么蓝色的？啊、你说结局哦、喔？要么大，要么小啊。完了，它跑进去。还会出来，这只不用怕。那拿完点再抓。可是不一定是哦，不保证哦，因为我每次只要抓到大或小，几乎都是蓝的啦。至少有机会嘛。他可能就是比较大隻。我要跟杰超说，这里禁带外食，除非我被晕眩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躲到旁边偷吃蜜药，你看麦当劳还给我带肯德基的东西吃。那你们两个在讲讲话。我在看啊。我的画面永远都是在看你的血条，好吗？啊、睡了。妈，什么？讲什么？我想说他动作怪怪的。他被我开枪动作当然怪啊。不给我面子。乱个头。什么软葡萄？我说我软个头。哦，我说软葡萄。睡了，睡了，这是真的睡了。没葡萄。哎，有。乖乖。我捡到了。然后继续打。啊，好多东西啊！哇，开心啊！卡诺西呢？看我的画面，好多东西哦，左臂、右臂、左腿、右腿、左翼、右翼、尾巴、头的刺、左臂的刺、右臂的刺、左翼的刺、右翼的刺、脚夹、中毒、睡眠、集成、晕眩、龙风力。好吧。就反正你一个，他一个部位会有两个东西。什么？我怎么没捡到？是我的画面上面。哦，你说赛亚人啊？靠！对啦，我想说怎么会有什么左翼右翼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厉害吧？哎，我想说怎么捡到？我都没捡到，你却有。我想说我也太飞了。那个是 VIP 会员才有的东西哦。好哟，可以撞。没有啦，走回家不一定能撞啊。直接让他睡就可以撞了。对啊，是。不要那么冲动，看到什么就想上。上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说这句。Go。哦，哎，抖，他很冷。
他现在在睡眠。撞啊撞啊撞啊！撞啊撞啊撞啊！撞撞撞！撞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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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！哎、欸、屁！我想说他马上吼。啊！回来了。他、啊、死了。雷狼龙。飞雷总出来了。啊！飞好飞雷。飞雷龙是飞雷龙。哎、欸，有毛级耶、欸！有吗？有毛级，有毛级。我刚看没有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我确定有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设尾的、欸。真的有毛级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打完才有哦？会不会是还没更新啊？你来的时候，因为我刚来之前都先跑过一轮啊。哎呦，所以他有可能是晚点才出来喽。有可能。太猛了吧！我是爬上来找骨头的时候看到那一只毛巾。我去拿个隐身衣装。现在有看到一个毛巾大巾。我有啊，我有大巾跟小巾的毛巾了。可惜不一样。那个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。是啊。只有大型魔物是一样的。这种小型环境生物都会不一样。哎打！雷狼是不是森林的、啊？是啊，是，它只有森林专属。那我们来打雷狼好不好？你可我想挖森林的骨头啊。好，我说一下。好了。抓毛巾。哎、欸，那要不要去另外一边看那个悬崖底下的那个？好，我去看啊。赛人告诉我没有。赛人告诉你没有，是不是？嗯，我透过赛人的眼睛。那你的赛人看得到上面那四只毛巾吗？很小，找不到位置那样。欸、蓝色不见了、欸、对啊，好像蓝色不见了。什么蓝色不见了？那个结局来，奈斯，你跟我说哪一只是大金？没有，我看到全都没有。赛人科技告诉我，这四只都没，都不是大金。奈斯科技说有一只啊，啊，那是我看到的两只吗？没关系啊，我信你。从左边一右左边到右边哪一只？第二只、啊。左边第二只。大概想说不是，是后面数来第二只。到底是哪一只？你搞得我好乱啊！一次抓两只，哇，两只都小只的。小金嘞。没有小金子版。冰走龙的，还是要打冰走，免费的。来啊！啊，好，打冰走吧。我们的飞雷种吧，飞龙种究竟何时才能打？可能我们打完冰走，他就离去了。你查再救就好了，这只免费的大力麦玉、欸。是。他坐着，哎、欸，你好，哇，还有喷气可以踩，有一堆冰冻魔物可以让你踩、啊，是，好多，好了就上吧，嗯，我到了，我也到了，那就上喽，上，我来了，上，好，你上 ，OK， 那、啊、我上，
强，你又骗我！我天，这墙看起来如此逼真，真的如此的真实啊！没想到是个幌子。回头，回头，回头 ！HP 一的啊，差一点！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！我没有掉入我的沼泽。哎，他自己的墙不能撞，对不对？他这个爱撸欸，我明明是不要撞那个树。他是路比亚达人欸。那藤原奏龙，藤原奏龙下来啦。人家藤原没有路比亚好不好，他只是贴比较近而已。哇哦，叫时间准备到了，我、哦、靠，对不起。好，奈斯你很忙欸，是你哦。左右右扭在那边捡东西。对对对对对，这种是真强了吧？那一面是真强吗？不知道、欸，我觉得前面那个应该算是吧。我前面那边对了，啊，不然就让他跌倒而已啊。那个小平台不能跌吧？是吗？好吧。有啊有啊，他跌过啊。哦，是哦，这小平台可以啊。对啊。哦，好，还可以一次哦。这一撞好多东西哦，我的天啊！冰块都剥落了。对，我要去捡大力麦玉了。没有，你捡不到。快捡！哎、欸，更好，更好！快捡，快捡！等一下换我捡啊！你真的太有爱了，不愧是有爱五的人。我有爱六。有爱六是不是？我爆出来了。我来的。突然掉了一颗下，好了，好可怜哦。他自杀！啊，剑拔有爱六，不想要被。段位。气的哦！攻击的瞬间会长出一个新的尾极真的超市长。啊！哦，汤。哇！监视灭尽了，萤火龙灭尽了，还有萤火龙，巨大恐龙，是不是有人没挖？啊？我们做三个。对啊，那奈斯。哦，有来一个最上面萤火龙啊！你啊，我看到了，我想要怎么少一个？
撞声有点多。哎、欸，那边是假墙天地耶。是。靠右边啊。靠右前方啊。好，偏右边，各位偏右边。好。来了来了，我在跑了。好像是新的阿强哎、欸，那边你要相信他一次啊吗？哦，我不要，我不想相信他。啊哈！这时候开大，好、啊啊，那边也可以，那边也可以。要等他下来，不要直接撞啊！他到时候，我想说可不可以蹭他？不要，可不可以？拜托我。在下，有的，哦，找什么？他有了一颗，这样。睡了。就在这边是怎么撞？打架喽！